天文台星期六下午5:4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且转发强烈季候风信号。天文台说马力斯已经减弱为低压区，但是本港仍然受相关的西南季候风影响，部分地区会吹强风，高地就吹烈风。天文台就说马力斯在夜晚至星期日早上会为珠江口一带带来骤雨和狂风，提醒市民要保持警觉。